喷水喷起来。强力水柱要来了，要来了，太帅了，好帅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甩猫，欢迎回到《New 宝可梦水的牌》第七集。那这一集呢，我们要带着泥光珠前往密界丛林的晚上路线去探索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哇，拍到了！掉下来的瞬间啊，哇，好美哦！天哪！刚刚什么动作啊？拜托给我高分啊！哇，才3000，太难了！填满了阿伯怪啊！哇，这张有4000啊！哦，4700。赞赞啦！起来吃甜猪猪喽！完了完了！这超好笑的。惊恐的田竹竹啊，填满喽，还有阿利多斯把他们弄跑了，赞赞！好美哦，新纪录。哎，Nice timing！ 哦，是哦，再来是巨爪怪，是呀，旁边有一只夜翼布，哎，巨爪怪。还有2只啊！哇哦，4000分了，3、4星到底怎么弄啊？哇哦，跑到沼泽里了。太猛了！4星啊，3885，还行啦，好可爱哦，好照片。哇哦！大家一起飞起来！
纳尼，我拍到了。哈？哇哦！哦，有四只啊！锦驾王三星，他突然冲出来耶，真的是吓到我了！哇，四星要怎么破啊？完全想不到哎！还有安瓢虫。呀呼，四星啊！赞赞！好漂亮哦！好可爱。今晚要吃什么呀？对呀，超漂亮！三星到底怎么用啊？更新记录，总之就是让宝可梦发光啊！这个也更新了。哦，他也会吃啊！欸，乌波跳下来。欸，又是你啊，锦驾王。完成委托，碎碎菇竟然会吃苹果，那还是图鉴的好啊。哇哦！我拍到吗？哇，他们站起来！四星完成，我太神了！欸，怎么了？哇，土司攻击啊，太帅了！刚刚真的太帅了，四星的远古巨艇啊，发动攻击！哇，这招好高分哦，太好了！然后阿利多斯这个土司攻击啊，也不赖哎，那就换啦，太帅了！什么啦？什么啦？这到底是怎样啦？很闹哎！好可爱哟！
各位，这就是乌波的四星啊，跟好朋友重逢了，完成委托，赞赞啦！过来过来，绕跑的妙蛙花，各位，我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妙蛙花躺在那里耶，太扯了！哇哇哇哇哇，泪眼蜥。喷水！天哪！这张超美的。这张也不赖啊，喷水喷起来，强力水柱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太帅了，好帅啊！爽啊！终于妙蛙花完成了，我真的太厉害了！原来是要用那个逆光珠来触发。好可爱哦！哇哦，钻石！请驾王。欸，他在干嘛？欸，他往前走了耶，小赌鹅飞出去了。哦，我就知道，他是偷小赌鹅的果实，抓到，窃贼啦，窃贼。太夸张了！我抓到现行犯啊！现行犯啊！好啦，请驾完天慢了，太厉害了！铁甲勇的聚会！哇哦！太神了！变硬啊！被我发现了！铁甲勇的四星耶！哇哦，完成的铁甲勇的图鉴。哇，他站上去了，敲起来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好猛哦！哎，彩粉蝶。
不同类型的。太扯了吧！好美耶！还行啦，但是这张跟皮丘很要好啊。斗牛，斗牛，斗起来！帅帅帅！彩粉蝶，二星啊，现在缺三星了，也是四千分以上。哇，起飞起飞！哇，天啊，好美哦！打起来啊！不要吵架，你们两个。和好喽！五天鹅四星。Nice timing。哇，分数不高，但是我觉得很赞啊！绕着那个岛屿绕圈圈啊！啊，这被挡住还那么高分啊！哪里？这么多只啊！就是你们啊，四个小可爱。Nice timing。哇，五千分，莫名其妙解锁了姑姑的四星啊！我太神了。Best timing。好犹豫啊。这个很棒，这个也很棒。好啦，牌子这个好了，好萌啊！好啦，我觉得我前面两个地区已经都探索的差不多了，那下一次呢，我想先去这个海滩这边啊进行探索。那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史莱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